大家都能够提在这个地方，为我们台湾的健康走出来，大家说好不好？好！我们要的就是无毒的生活，健康的台湾，对不对？对！我们今天走的第一次以后，所有的各会会的会长要继续的努力，把今天的成果继续保持再传播出去，对不对？对 ！OK， 我们现在就准备了，我们要对我们的国父去诉求我们的。 想法跟历练，所以我们等下又开始练我们向上天的主导文。各位说好不好啊？好。等我们说完以后，我们就会请我们的姜法龙姜博士来跟各位来说几句话，好不好啊？好。那个，细文呢？细文呢？ 我现在就开始要念戏文，向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我们在国父纪念馆来念我们的戏文。我们向上天来祈祷，大家今天来做了些什么，也让上天能够看得到，对不对？对不对呀？对。好。哎，他上面有闪亮。 不需要麦克风了，不需要，不需要。老天一定听得到，各位一定听得到。啊、皇天厚土，皇天天瑞地祥，国富中山，天下为公，天佑神州，护我台湾，启让一先，佑我宝岛，炎黄子孙，济起福康。 私欲争利，民心待喜，人心不古，黑心无耻，伤天害理，不择手段，贪腐腐化，欺诈蒙骗，价值崩毁，触目惊心，人心受刑，妄念霸凌，浮躁忧郁，民心惶惶，洗心革面。 价值重建，浩然正气，建立光义，杜绝黑心，法治先行，地狱天堂，共业共荣。格物致知，诚意真心，道德重整，文化复兴，中华祖灵爱我子民，天公地道有序和合，昊天正气。 正法正行，祭司义工驱邪排毒，人法地天，道法自然，和谐光明，国泰民安。好，谢谢院长。各位，我们已经打开最左边的那个，对。 各位，我们已经向国父孙中山表达我们的诉求了。我们不能够把地沟油跟烧水油跟所有的食品的不安全的东西传播到我们的下一代。虽然我们今天可能我们的人际都是比较属于偏高的，但是我们要把我们的理念传播下去，由网络要传播下去，要让台北市的市政府也要传播下去，要让科比传播下去，对不对啊？ 要让政党传播下去，对不对呀？对。要让我们的下一代活在安全的台湾，对不对呀？对。也要让大陆跟我们学习，要让中国大陆要向我们学习，对不对呀？对。我们才是真正的领导，对不对呀？是。各位，你们是最可爱的，你们是最有前途的。我们希望我们今天把我们的理念传播下去，把我们的子孙也能够好好的对待下去。我今天。 已经带着各位，虽然我们都互不相识，但我已经把各位的理念由这一份细文已向上天祈祷了，上天一定会听到，对不对啊？对。好，谢谢各位。但我们现在请姜法龙姜博士来跟各位说几句话，好不好？好。